干嘛干我裤子？干嘛干我裤子？干嘛干我裤子？你今天又干嘛干我裤子？干嘛干我裤子？你干嘛干我裤子？没认错人。好了好了，你带了吗？我当然带了，你带了吗？我当然带了。那你给我看看啊。啊，还是你先给我看看吧。还能蒙你啊？看。哎，你的呢？这样，给你，把枪给我。哦，好。哎，你有火柴吗？接着。嗯。哦，你这怎么装？教教我。接着，火柴拿来。你看好了，我回去教你一遍啊。来看。哦，还有根火柴。你们玩什么呢？我看一下行吗？去去去，一边玩去，这没你的事，不带你玩。让我看一下行吗？看也不让看，去一边玩去。你干什么呢？这是你随便摸的吗？你让我带带行吗？想得美，带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么多，我给你吃糖，你让我带一下行吗？谁吃你的破糖？去去一边玩去，我忙着呢。这想得了吗？当然想得了，就这么多你能想？这什么破枪，怎么想不了啊？什么破枪是你笨？你看我怎么打的？火柴。我是比你那小，我拿这给你换，你让我戴一下。拿这破玩意换我的帽子，去去一边玩去，我们这忙着呢。哎，你站住！你敢站住？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这小子上哪去了？怎么没影了？这儿没路了，是不是进人家院里去了？胖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李德勇，你什么破枪，我想不了啊！什么想不了？是你太笨。你看我怎么打的。看完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手上还有点疼。哎，哎呀，
你怎么搞的？怎么刚换完药你就换乱跑啊你啊？快快快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开点回家擦的药啊。哎，回去啊，别做剧烈运动，记住了，别沾水啊，别感染了。哎哎哎，这小学生别动别动，放那儿。我再给你开点消炎药啊，回去告诉你妈，按时给你吃药啊。嗯，哎，交费吧，5毛。大全，没了。胖子，你那还有吗？停着，我想吃糖葫芦。给我一串糖葫芦。我要这串。给我来一个。等等，我想上厕所。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小子怎么还不出来？是不是掉坑里了？等我去瞧瞧去。他没在里边啊？真没在里边，我去看看。还真没在里边，这小子能去哪儿呢？我看着他进去的。嘿，这小子去哪儿了？没扒下来，你就爱干这种事儿。我一扒你一个准儿。去去去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害得我们俩在外面傻等。你上完了吗？上完了怎么也不说一声，一直在这傻戳着。我不敢回家。有什么不敢回家的？我怕我妈看见我这个模样，回去告诉我爸，会打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爸刚一打你，你就哭，往死里哭。反正我爸打我时，我就这样。我妈看上来就护着我，我爸就没脾气了。没用，我越哭我爸打得越狠。那让你妈跟你爸对打。老大的。你们家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那你下车吧。走啊，你们前头走。我们前头走，我们知道你家住哪儿啊。你们前头走，我在后边告诉你们。没事，你就走吧，就照咱商量的说，包你没事。那你们可得帮我作证。没问题，就照咱商量的说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
酱油，你爷哪儿去了啊？这手是怎么了？又跟谁打架了？啊？跟谁打的这个？这我刚给你换的棉裤怎么又弄破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？跟谁打的？你说话呀！阿姨，他真没跟别人打架。闭嘴！瞧着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整天得勾着他到外边野去，没什么事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跟我回屋。说我怎么弄呢？我倒霉劲儿，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啊，跟你那死爹一样，一点正形没有。拖着，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忙完。走吧。